穿梭在这些僻静独立的小渔港，无论走到哪个角落，站在长堤上，灯杆相伴，这一幅无与伦比的美丽构图，可以召唤心深处的宁静。比起现在许多知名人气景点，贝贝更喜欢在没有人的平日，以渔港为主要目的，随意探索渔港附近静谧的乡间小镇。没有目的，四处走，到处看，体验靠海渔村的生活样貌，也让旅行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南方澳位在苏澳港南侧，是台湾沿海以及近海渔船的重要基地。渔获量丰富，是台湾三大渔业重镇之一。南方澳第三鱼市场以拍卖大型渔获居多。台湾是全球远洋渔业的大国之一，渔只在捕捞上船之后就开始跟时间赛跑，鲜度将一秒一秒的流失，因此多数上船之后的前置处理常常是以原鱼冷冻或是切除一小段尾鳍之后，就直接进入零下20°C 的低温舱冻结。除了可以保持鲜度，还能防止细菌污染。在鱼市场拍卖结束之后，渔会工作人员会在现场解鱼，处理鱼的内脏。今天这一尾冷冻的慢波鱼体型不小，为了抢先，希望在完全解冻之前处理好上架贩售。而慢波鱼的肠子很有经济价值，在鱼体冷冻的时候不容易完整取出，大家出脑力、出体力、出经验的一起讨论如何解鱼。今天的解鱼工程，刀子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主要的工具是锯子。到底从哪里解开才能防止不小心破坏到鱼肠，这个问题正考验着解鱼师傅。这项任务既要使出全力，又不能伤及重点。
我哪有这心肠啊？我就问，那咋？那咋？那咋？我退休了，哎，我那退休退还没退呀？那我感觉老好啊，不能感觉不能过呀。你都爱不给给你，那我给你的东西。那我不给了啊。没有好玩，那条是什么鱼？然后是翻身鱼啊。我就看那么大，看大家在处理上就疯狂。还没三寸多那个。这里有一个洞就给一样的水分更少。哦，是这样子啊。嗯、Yeah.
上个大大的。你起码要好看的呀。在终于撬开鱼肚的那一瞬间，大家看到完整无伤的龙肠，才终于开着玩笑，刚刚的紧张氛围瞬间消散。每年产季只集中在四到六月的黑尾鱼季，在南方澳捕获的第一尾中开跑，以每公斤7000元，总价189万7000元标出。南方澳的黑尾鱼拍卖时间大约是早上6点左右，由于不能拍摄，在看完拍卖结束之后，我在渔村里逛着。到店家刚刚买入准备切割的黑尾鱼，我惊讶地说着：“哇，好大哦！”大哥说：“这些还不算大只的。”
而前面是大哥开设的日式餐厅。在餐厅里面可以吃到这最新鲜的黑尾鱼，顿时我眼睛都亮了。于是我暂时停下探索的脚步。
先不能拖上前边的灯布，就上去就马上换灯布。真的吗？真的，因为我们都是都这样。你自己会抛哦，你要把它抛上去就被吓下来哦。对，你说要是有这个决心就不行。今天的师傅非常厉害，刀法和技术是我见过解大型鱼最利落的。大哥自豪地说着，南方澳的解鱼师傅技术是日本人无法比较的。
黑尾鱼是尾鱼中体型最大的，却是海底角龙，游速可以达到每百米2.5秒。每年4到6月，随着黑潮回游到台湾东部的外海产卵，因此成为台湾沿近海渔业中的重要项目之一。由海中黑鲸以及海洋界的河牛之称的黑尾鱼，它的正式名称是太平洋黑尾。菲律宾北部到琉球群岛一带是渔民捕捞太平洋黑尾的重要渔场。屏东东港则是台湾捕捞黑尾鱼的重镇，占全台湾产量的50%到60%，其次就是宜兰南方澳，占全台产量的35%到40%，这两个地区就几乎占了全台的捕获量。全球太平洋黑尾鱼的资源量曾经因为过度捕捞，50年之间大减了80%以上，一度在2012年降到接近历史低点。目前由国际渔业组织以配额制度进行管理。台湾今年分到的配额是1965公吨，日本配额最多，分配到9621公吨。
面对资源不丰富的黑尾鱼，建议适量的吃，抱着感谢的心情去享用。我们吃的黑尾鱼一般是从太平洋东岸准备回游到琉球群岛海域产卵的成鱼。琉球群岛钓鱼台一带是太平洋黑尾最主要的产卵场，日本东西侧沿海则属于次要的产卵场。太平洋黑尾孵化之后，会先在日本沿海与西太平洋海域生活，从此至于长到一到两岁的幼鱼之后，再从太平洋北边跨越到东岸美墨之间继续生长到成熟，大约长到四到七岁之后，才会重新跨越太平洋陆续回到西岸的产卵场繁殖下一代。黑尾鱼几乎全身都可以食用，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让喜爱海鲜的老饕趋之若鹜。南方澳渔民以纯熟岩绳钓技术，还有急速低温保存高规格的方式处理鱼获，让黑尾鱼端上餐桌之前保持在粉红、透亮、甜美、鲜嫩，入口即化。黑尾鱼季节到南方澳品尝黑尾鱼，是北部地区民众的好选择。苏澳镇的万上新定制渔场，渔获交易场位在停车场旁的一条小巷弄里面。新鲜的渔获上岸之后，由大货车从港边运送到这里分类，供渔贩以及一般民众选购。可能因为卖场的位置隐蔽，一般散客比较少，几乎是当地做生意的鱼贩或是海鲜餐厅的业者来采购。跟其他的定制渔场一样，新鲜渔获送到这里，大约30分钟就处理完毕。什么最鲜，连运送的时间都省去，产地直接上桌的黑尾鱼料理最新鲜。刚刚的黑尾鱼就是在寿司店的大冰柜前解鱼直送前面餐厅。看完这么精彩的解鱼秀，店面还没开始营业我就进来等候，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这新鲜的滋味。五鲜握寿司是位在渔港停车场旁的日式餐厅。
我耐心地等待着，师父则专心地处理刚刚从后面送来的黑尾鱼。五鲜握寿司内部装潢干净，明亮舒适，位置之间不会太压迫，有让人感到安心用餐的距离。店员会细心地介绍当天限流的季节菜色。它是黑尾鱼排骨，对，这是红干头。那它呢？这红干的鱼标。红干的鱼标啊，它可以做什么？可以用炒的。炒的 ，OK。那它是？这是恰章。恰章。然后这是石老。然后这个是马头鱼。这是红犀鸟。先吃的是黑尾鱼皮油刺身，皮油是什么？皮油就是油脂的地方，是比较油的，所以吃起来会比较。然后下面的是红干，然后中间的是鲱鱼。鲱鱼。对，中间这个是鲱鱼。鲱鱼。对，红干。对。然后旁边那个是刺身。综合生鱼片里有黑尾鱼皮油、刺身、红干以及鲱鱼，新鲜度一流。都是当季盛产的鱼种。季节生鱼冻，顾名思义，采用季节性鱼类作为食材，搭配香葱、黑豆、海带以及味噌汤，分量十足。鲑鱼比目鱼寿司入口即化，鲜鱼清汤是用鲑鱼下去熬煮，鲜美清甜。五鲜握寿司是一个人去鱼市无法在附近海鲜餐厅吃团餐的好选择。这些来自大海的新鲜美味，是渔民在海上乘风破浪，经历各种气候、海流与海象的挑战，才能将新鲜美味的鱼货带到餐桌上，非常弥足珍贵。